高源头竟然是连胜文、韩国瑜，难得同台分庭尬人气，但谈到招商引资，可得要携手互助。第一次来高雄，举手看一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都来过高雄吗？那如果对高雄投资有兴趣的话，有兴趣的话，请微笑一下给我看。由连胜文与林鼎超一手主导的两岸跨境新创协会，特别为了韩国瑜当选，将会员大会首度移师高雄。而许多韩国瑜口中有钱老的新创业者，也难敌韩流魅力。来的越早，赚的越多。所以这句话，同时过了几十年要给各位：来高雄越早，各位将来赚的越多。掌声再鼓励一下。招商引资成不成功，从台下的欢声雷动，满满的手机海行瞩目礼，答案不解自明。而此次高雄的特点还在于深耕高雄，瞄准对岸商机。选完之后我们讨论结果，我们觉得高雄应该会有一些改变，我们就决定，我们理事长简荣中兼理事长就决定要问我们会员的意见。那会员的意见都认为他们想来高雄看一看。诸如爱奇艺 CFO、小米财务长等重量级人物都默默隐身现场，替高雄注入活水，打通两岸市场，带来发展的潜质与希望。谢承瞻、张宇轩、SN 小组高雄报道。